暖身，也让他们稍微有这个准备一下，因为再来的歌阿库森多，阿库森就好像开车考驾照一下，登弯水港啊嘞。对，就是会把那个 feel 愧靠都要把它释放出来一下，释放出来，对啊，因为你看你比较少像这种场合嘛，对，那你就照你的方式，好，用你的独特的味道，独特的味道，我什么味道？你是讲这种味道？你特别的歌声，对，让我们现场的朋友感受一下哈，因为那边听歌都是听好听的歌。啊，当然，钢管要看就是看足高，陆更讲的足厉害的，空中倒吊一摆过一摆的，有无？四人紧张，刺激，哎呦喂呀，有哪无哦？看甲硬冻冻，阿妈关紧，结果都没看到什么小海边。什么型的小海边？啊，没。小海边你不知道吗？唔知道，头家无跟你讲哟。无，头家讲吼，你那伫舞台有无？基本拢在户外场。嘿，对，跟你们那个创是比较不一样。户外场舞台车大风哟，你爱随风站，你爱徛点风的头，你知道？你徛点风的头，你有看，伊风有伫吹，你的裙伊就会飞。啊，你的裙伊那是飞，人家就看无你的黑。因为黑人人伊上无空，啊人就是有迄个好奇心，他就喜欢东张西望，他就喜欢蹲下又抬头，对啊，看无着，佫干得真快来，是啊，对，这叫最高境界，最高境界，对，下一首歌就让你表现一下，是，好，介绍一下歌名。刚刚没这条嘞，无，我写十几条啊，无写着这条。你是周柏豪？那有？你两个有敲完好无？我讲，不是啊，我拄只讲，我拄只以上讲的三分钟是废话，就对吧？呼的当作迄个乌帮车白字，甲七条就对吧？啊，不是啊，要这首无要紧，来你招起来，当鼎啊去提来。扫帚给我提出来，好不好？嘿，咱的刀啊来，嘿，阿泽，刀啊拢去，甲提起来舞台顶。因为莎莎波多角共是乐团的主唱嘛，哈，那你要这一首歌，它是音乐才子，它也不好唱，但是因为节奏很强，它的震撼力要很够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大声才有临场感。嘿呀，啊，要有迄个临场感，就是人的问题啦。啊，你毕竟讲临时临呀，专业的武器，专业的乐器无法度。我传我的扫帚头嘿呀，嘿，啊，迄个当钉会当无好不好？我们也只是一个变嘛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需要吗？好了。嘿，你要的话，我们就帮你。无啦，头先讲吼，伊要家己拿扫帚出来做吉他手。啊，我家己扛刀啊来。对啊。啊，我的婆婆就纯弄过。对。啊，我老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鼓啊，咚咚咚咚，爱家己安尼讲，家己用家己的手安尼讲安尼吼。对对对。等一下，那个喉型帮啊，如果喉型，好嘞。那也没有关系，反正歌声好听就是好听，唱什么歌都好听。这首歌是我们后面的这个音乐老师他爱听的歌了。可是这首我真的没有唱过，可以唱看看啊。不确定前面我。哦，你喜欢？好客气啊，你都跟我不一样，我都很直接承认。一回生二回熟，唱了三回，你跟他就是好朋友。头一摆惊惊，第二摆姿势不对用来出哦，你会听着；第三摆你就改变。我以后就知影，伊就是介意听这条。不一定。伊拢换心换心，善变的男人，换心换心，讲嘛会开心，不会善变的对啊。人不善变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啊。来，爱你的只有一个我，爱你的只有一个。我跟你讲哦，不是，他把莎莎幻想成选选，懂吗？好久没有见。好像那个 pitch 没有对到耶，我没对到哦，你太高了，你的 key 太高了啊。
是双眼炽热似的，那风里面你冷的拥着我，不在我的怀抱里。力过大，吸收不了。好了，外公，外。